我说舰长，不可以再这样了，知道了吗？嗯。首先要下载并安装夜神模拟器，网址会附在影片说明栏。运行模拟器并安装崩坏三。 打开游戏后选择访客入口。游戏进行到1至5结束后，垃圾爱会强迫你进行首抽。第一抽固定是 B 级女武神飞鸿，之后把教学进行完。 前三次抽是看你运气，第四次是保证送你一只女武神，种类随机，之后每次抽都是碰运气。出女武神的几率个人感觉是低于10%，所以还想要女武神的话，日后请选择拾回补给。有刷到喜欢的就选 FB 账号绑定上去，就永远都是你的了。 不喜欢想重刷就先把游戏关掉，然后点击界面下方的设定应用程式，把崩坏三的资料清除。再点模拟器右上方的齿轮属性设置，在 IMEI 项目里点击创建。 让他更换一组机码，然后按保存设置，就可以开启游戏重新刷首抽。刷一轮大概花费20分钟。如果你刷到传说中的最强女武神，血色，恭喜你！这张你可以去数字网查看看值几张小朋友。其他女武神你不清楚强不强或好不好用的。 影片说明栏会附巴哈网友的心得文章连结，有空慢慢看。以上由 Google 姐姐配音，片尾附送女武神凯旋中文语音版对话。话说，修伯利安本来的舰长可是我哟。 看来你还得再长高点儿，我对小孩子可没兴趣。舰长看起来并不怎么忙嘛。蹦！喂，这样感觉会不舒服的。 现在是工作时间，舰长，你还是正经一点吧。现在是工作时间，舰长，你还是正经一点吧。舰长的好奇心还真强呢。舰长的好奇心。 还真强呢。
掌都不会受伤，舰长的生命还真是顽强啊。哦，作战已经开始了吗？我说舰长，不可以再这样了，知道了吗？喂，不许随便碰我的脸，听到没有？喂，舰长，你对女孩子这么粗鲁可不行。喂，你牵过女孩子的手吗？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你的手放在哪里了？舰长，你在做什么？舰长，你在做什么？看来我得好好教训你一下了。你的手 Valkyrie System 启动。发现不明物体，雷达检测全开，检测到潜在威胁，进入警戒态势。糟糕，敌人居然找到了重装小兔的防御盲点。又检测到一只危险的家伙。危险的家伙，不要靠近我。